去看一眼。是。 好像是几个女学生在街上贴抗日标语，日本宪兵要抓他们回去。我去看看去。哎，秘书长，我还是先送您回去吧，这个事咱们真管不了。管不了也要管。哎，秘书长。 和平，你过来，把手抬起来。这前两天刚织的，又短了。和平长得真快啊，要长成大小伙子了。小舅说，和平要快点长大，长大了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今天是不是打疼你了？妈妈是不愿意让我和小舅一起玩吗？小舅是坏人吗？和平，你记住，从今以后不准再跟他学什么日本话、日本礼仪，听懂了吗？哦。好了，快去刷牙洗脸吧。嗯，该上床睡觉了。 今天的报纸来了，谢谢他妈。来，小舅，今天下午玄武湖公园的足球比赛，你和我们一起去看吗？啊，小舅下午要开会，你跟妈妈去看吧。哦，那等你回来，我们在花园里踢球。 和平啊，妈妈教你的乘法歌诀你会不会了吗？还没。你现在是大孩子了，不能那么贪玩了，把乘法歌诀背会了再去踢球，听见了吗？姐，走吧，走。乔婷早。走。姐夫呢？啊，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今儿早上没见着人。姐夫都学会夜不归宿了。 我说姐，你可得盯紧点儿，男人这个年龄是最有魅力的时候。到时候又整出一个丁默村，可真拼不出来。我呸！你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和平，把耳朵捂上。那丁默村是色中恶鬼，你姐夫能和他一样吗？好了，色中恶鬼啊，知不知道？哎，他妈。 先生昨晚上回来了吗？回来的很晚，怕影响您休息，住在客房了。这个时候，应该还没起来。我去看看。 烟了，哎呀，这抽的！行了，别抽了。你昨天开会去了？嗯，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事，去开清乡委员会筹备的谈话会去了。昨天散会有点晚。清乡委员会这个月都开了七八次会了，看来主席很重视啊。 给你什么职务了？让我兼任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好事儿啊！啊，看来陈璧君上次在会上夸你稳重，主席是听进去了，在哪儿办公啊？还没说呢。啊，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走？哟，真是该走了。这段时间我工作忙，也没好好陪你说说话。今天我早点回来，你给我好好讲讲清乡委员会的事儿。 好，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车在外面等着呢啊！哎，知道了，不许再抽了。哎，好嘞。 这姓董的，就是个活死人，打死不开口，那监狱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哎呀，共产党的线索眼看着就断了，清乡运动迫在眉睫，我这里却哑了火，只能让宋光之流，让他们抢风头吧。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据地那边有新情况了。什么情况？他们要派人来接替董掌柜的工作。新的联络人，如果不出意外，下个月就能到南京。<笑>老天眷我，这个时候来新的联络人，那就是上门给我送大礼。 只要这个新的联络人一到，我保证戳穿夏雨竹。夏雨竹的事不重要，我希望这个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你的联络人离开南京很久了，你又不能越级发报，只能通过这个新的联络人。新的联络人一到，你就告诉他你手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关于清乡运动的，他会很感兴趣。 让他把情报发到根据地。假情报，根据地的人看到了这个情报，就会按照我们希望的路线转移，这条路就会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包围圈里。那个时候，便可一举歼灭。可是这样一来，我不就暴露了吗？多好呀！ 这还好啊！听我说啊，你给他们提供线索这么多年，提供情报这么多年，他们不会怀疑你的，所以这个计划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听我说，事成之后，即便暴露了，知道，顺势回来，我保证，我在汪先生在日本人面前帮你美言，一差我给你一个。 警政司总务司长的头衔，那个时候高官可做，骏马任骑，钞票美女，总比你苦哈哈的在那边做什么情报员来的痛快，是不是？来来来，没酒了。哎呀，以后啊，还要多请陈主任多多关照啊。<笑>我们是一伙过去捞饭的。 少不了你的，来，喝喝喝，不喝了，我先走了。怎么了？菜不合胃口啊！哎呀，陈主任，那是我的罪过。好了，去秦淮河，长城园。 走。
大半夜不睡觉，洗什么衣服啊？你不又醒了？来月是把裤子弄脏了。 脏！哎，什么？再说一遍，什么人干的？他在哪儿？告诉大夫，必须把他给我救活！我现在去。 主任，怎么回事啊？人是在副后岗附近的巷子内发现的，送来的时候意识已经模糊了。听大夫讲，只是一直在念叨您的名字。凶手抓到了吗？没有。情况怎么样？那一刀刺破了肝脏，幸亏送过来及时，不然肯定没命了。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一两天时间吧。不过，完全痊愈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你给我24小时在这儿守着，绝不可以出任何的差错。是。藤妈，哎，小姐，这是今天的报纸吗？刚从信箱取出来的。谢谢。今天的节目播出全部结束，各位听众晚。下面播送散文《腊梅》，作者周文霞。饱受战乱的南京啊，不知紫金山上的腊梅在冬天又开放没有？我思念南京，思念南京紫金山的腊梅，思念它耐得住寒冷，耐得住寂寞。我的品格，它像极了我认识的一位朋友。此刻，它就像独自开放在寒冬里的腊梅，忍受着冬天的折磨。我的朋友啊，腊梅之所以为人称颂，就在于它的坚强，它的坚韧。他的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保持着高洁的品格，在寒冷的冬天里他含苞待放，因为他心里埋藏着理想的种子，直到最严寒的冬天里孕育着最温暖的春天的希望。雨珠，你看这蔷薇花在极薄的土地上风吹日晒，即使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也能开出这么美的花来。革命不仅仅需要激情，也同样需要耐力。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像这蔷薇花一样盛开。好像没那么大，有点圆。鼻子好像
的，好像什么？好像有个痣。不对，没有没有，下巴也有点尖，头发，头发应该是短发，短发。嗯。长这样，还是不太像。主任，我是冷不丁的被刺的，没注意。病人需要休息，你们还是先出去吧。好好休息，把身子养好了，别耽误我大事。雨竹的生日好像快到了，回头让大家回家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主席去东京之前嘱咐我们妇女部帮助粮食部到芜湖去运粮，结果怎么着？芜湖的米让日本人都给抢光了，这些事儿都解决不过来呢，哪有功夫过生日？你别眼里只有工作，你没觉得最近家里气氛有些不对吗？君浩和雨竹好像闹别扭了。哎呀，闹什么别扭啊？他们俩都是大人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你别跟着瞎掺和了。行，我走了啊。小舅，妈妈今天要带我去看电影。哟，这么难得啊！你妈妈不让你被惩罚隔绝了？我们和平学会了被惩罚隔绝，妈妈当然要奖励了。我们不仅要去看电影，还要吃冰淇淋呢。太棒了！我送你们去。不劳烦君浩少爷了，我们自己去。下午两点，财政部，记得提前来接我。是。这人怎么回事？我又没撞到他。下车看看。是。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又没撞到你，那赶紧起来把路让开。你装什么装啊这？在哪？前面左拐就是了。哦，谢谢。没事。君浩。姐。你姐夫呢？他被人打了两枪，正在里边抢救。什么人干的？查出来了吗？抗日锄奸团的，一共有三个人，现在抓到了两个，送到了宪兵司令部，正在审。还审什么呀？直接毙了得了。先生，どうですか？三発の弾丸はすべて取り除きましたが。まだ危険な状態から出してはいないんです。
目を覚ますかどうかを彼に体力次第でしょう。彼は誰でしょうか。知っているか。生かしてくれ。姐，你冷静一点。まだ麻酔が目が覚めていない。先に病室に送ってくれ。はい。先生，お兄さんが本当はどうはどうするか。私たちもできる限りのことはしました。ただまだ安全な状態ではないんです。たとえ目を覚ましたとしても神経が弾丸によって切りつけられてもいました。今後の生活に影響が出る可能性も十分にあります。あなたたち家族の方はしっかりと心の準備をなさってください。先生ありがとう。姐夫一定会好起来的。但愿是吧。这两天不是很太平，你跟和平出去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前两天那个冯茂才就遭人暗杀了。冯茂才死了吗？没有，算他命大，捡回一条命。什么人干的？据说是个女的，但还没查出身份。我们去看看姐夫吧。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知道是不是？那我告诉你，你不是说霍有光死了吗？是啊。是个屁！我把这件事情汇报给戴老板，电报他就来了，说霍有光在76号手里，人家公开在上海投敌了。人在上海？那我杀的人是谁？上去啊上去，我看你想立功想疯了吧。你杀的人是谁你都不清楚，你还敢邀功？对不起站长，都是我的错，我愿意接受处分。处分？如果处分你管用，我还生什么气？我现在在大老板那边就是个话。我可以跟戴老板解释。越解释越乱，你老老实实待在陈德道身边，再出差错，你知道后果。双女啊，刚才话严重了，别怪我。现在形势紧张，我们压力都很大。你一直潜伏在陈德道身边，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钉子。我对你一直很有期望的。站长，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捡着枪，好。让一让，让一让。阿华，把这份电报发出去。好的。新联络人明天中午12时，乐心公寓201间，二类暗号。
傅，这里停吧。哎，好嘞。谢谢。伤养的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可是我实在不明白，这杀我的人到底是谁呀？自己得罪什么人都不知道，死了也白死。看看，哦，这就是那份清乡运动的假情报，想让我干什么呀？用你们紧急方式联络。就说你手上有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不出去，请求和新的联络人见面。好，陈主任，这事要是成了，我可真的回不去了。你上次答应我的事儿，阿欣，我不会亏待你。陈主任，慢走。这是雨竹亲自给你熬的，里面加了松茸、当归和黄芪，补血补气最好了。来，尝尝。嗯，来。今天呀，我到国府去开会，碰见汪主席了。汪主席亲自到我身边询问了你的病情。他还让我转告你啊，
让你安心养伤。说过几天派几个日本最好的大夫过来给你瞧瞧。宋光，汪主席真的是非常器重你，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啊！来，再喝点。不用。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袭击你那几个歹徒已经被抓起来了，过几天就枪决。他们人在哪里？日本人对这事儿啊相当的重视，原田少将亲自过问，关在宪兵司令部了。告诉原田少将，这件事情我不想追究了，让他把人给放了吧。放了？哎，你怎么想的？那几个歹徒差点要了你的命，枪毙了我都嫌便宜他们了。你以为把他们抓了，杀了头，就没有人再想杀我们了吗？这是两码事儿。这些人不杀也杀他们的企业，他们就更嚣张了，光天化日之下都能持枪杀人。要是再不追究，那今后不更无法无天了？你杀得完吗，陈斌？你别忘了，我们现在顶的是汉奸的帽子，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日本人的走狗、家奴，他们是赶不进、杀不绝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终其应者，须是其。你这叫愚昧！我不相信什么因果，我只看重当下。你还没有看清现状吗？难道是为了苟活而聚集在日本人身下吗？哎呀，好了好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你现在身子还没好，最重要的是养伤，别的事儿都不要想了。22日下午3时，宫远街南星茶楼2层包间，2类暗号。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冯茂才同志用紧急方式联系到了组织，说关于清乡方面的紧急情报需要传递，组织希望我们尽快的联系到冯茂才同志。这里收皮毛吗？收。你手里有货？啊，有。请问老板需要多少？你有多少我收多少。对不起，兵荒马乱的，我手里只有2包。
刚刚在附近发现了共党电波。看来冯茂才的那份情报已经发出去了。主任，出来了。这次日伪军再过三天就要对我们茅山分局地进行围剿。主任，他怎么又回来了？他发现我们了，绝对不能让他再有发炮的机会。给我抓！是，主任。阿华，有探报，快跑！追！人跑了。说，还有没有其他联络点？王某同志，出事了，有个联络点报了，咱们内部有叛徒，是冯茂才。冯茂才向组织提供了一份清乡运动的情报，根据地很可能会因此遭到重创。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另外一个电台，向组织发报，阻止他们按照向情报上提供的路线撤退。我能找到电台。小姐，你怎么来了？百转千回路。